再来讲到扶蕉，是热带天气常有的植物。不过现在扶蕉降高温，就爱种土有杂盐的蔬菜。高雄六桂新发天气也搭配，就一个有两公顷暗发的扶蕉园，在国内亲友规模种扶蕉的天气。提示他演主陈一龙对家爸爸所方接下亚红事业，家不卡种扶蕉超过50年研究的。现在扶蕉并年三天上都很慢，古树也去面试点多很卡重，当当年都当中机。上海杨滚滚有丰盛，卖有60多岁主位，其实是扶蕉大购置。50年前提六桂的新法，有人开始吃种从印尼引进的扶蕉。提示他的传言，陈义龙讲，扶蕉行业大部分都种阿提有数的大量的蔬菜。民国60年开始种到现在啊，那时候有问那个屏东农庄的教授说，这个胡椒是从印尼引进的，不是我们台湾本土的胡椒，它是属于半路造的植物哈，太阳不能太大啊，种下去的时候要说把它遮阴一下哦。台湾来讲吼，种最久有50年安久吼，个面积嘛最大有2公顷安台面积的一个园区。从台通的到处来扶蕉，有五色，有白色。农民讲，这两种色深的扶蕉其实都会空调，差别很大，摘下来也制作方式的某种样。这个是黑胡椒，黑胡椒我们采收下来，采收下来把它洗一洗吧，洗一洗，洗干净了，然后把它用在网子里面晒干就可以了哈。这是白胡椒，我们把它采收下来吧，把它放在袋子这边浇水，让它泡水。然后再倒出来吧，哈，让它皮烂掉，我再洗洗就好了，啊，直接晒干。陈义龙讲，扶蕉的品种很少，清简单种，不过从原来种下去到体拔好扎，最少7-8年，相当考验耐心。不过更加人气已经用设备技术，差不多2-3年就好扎个，会增加青稻的产量。下个新闻整份，自国同步图。